不仙，你系我嘅前世，我系你嘅今生。如果要再续前缘嘅话，就喺呢张纸上面打圈，请你，。暂时唔好咁讲。冇，暂时。我系你今生，如果想再续前缘，请喺张纸上面打圈。你讲系咪？好似有，只不过系有啲啲嘅喐动，但系我唔知道系因为我哋嘅力嚟嘅啫。系系系系，该唔系咁？嗯。這個我不知道是哪裡來的一個咒語，其實現在要找我們的前世今生，但是又未必找到，會不會其實我們不念這個口訣，即不是那麼容易找的，是不是？它是要我們的前世今生才來的，如果我們就說可不可以請這裡的靈界朋友出現，好嗎？我們簡單一點，好，簡單一點，還有有禮貌地問，如果去答我哋嘅話，即係都嚟咗，有啲切碟仙嗰個感覺。係係係，好。好。不仙不仙，請你上嚟，請周邊嘅靈界朋友，如果想同我哋溝通嘅，請過嚟啦。不仙不仙，請你出嚟啦！如果你是在這裡聽到我們這樣說的話，你過一過來跟我們溝通，跟我們聊聊天，我們倒數10秒好嗎？嗯，10 9 8 7 6 5 4 3 2 1，即刻用 View TV App 同上 View.TV 免费重温更多精彩节目，任你选择。